我现在要脱喽，你们看，他们就人就会变多。你们看，现在的人数是，真的哎。对，你解扣子，你再解，你解。我太生气了。你看，他解了。怎么往下掉？怎么？没有，往下掉。往下。28。有。往下掉。现在有秋胜一不想看你脱了啦。好，粉丝客群不一样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那就秋胜你解一个扣子吧。他们现在说人数一直掉。我跟你说 ，IG 很奇怪哦，你只要有商业行为的话，他的人数就会一直掉。但是如果你做一些比较奇怪的举动，他人数就会飙高。不是这种举动，是他们最近喜欢就是脱一些衣服啊这种。脱衣服？就是露些肉体，就说比如说好，我现在要脱喽，你们看，他们就人就会变多。哦，好，变多了，我在，不要再多了，不要为了脱衣服。你们看，现在的人数是，真的哎，对你解扣子，你再解扣子，你快解扣子。真的，你再把扣子解开一点。真的有，下面扣子再解开一点，你再解开一个，就会再多个20个人。太扯了吧！真的，你看，再解开，是这样吗？真的，我太生气了。那你可以露一个侧肩吗？侧肩，对，侧肩，好，这样。其实我这样有点尴尬，因为我的员工在外面看直播，我真的。900人，好扯哦！好，对，先露香肩，好。好了，其实用不着这样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现在 IG 有发现一个很神秘的一个状况，就是你把纽扣脱掉，他那个粉丝人数就会增加。你不要听鬼鬼那边乱说啊！真的，我们刚刚有试过。你现在不要脱一个扣子，我马上飙到3000人。鬼鬼先脱。我上次真的有差点脱了，已经差不多，不能再脱了。你看哦，现在是2400哦，2400。你只要解开一个扣子，解开一个扣子加100，你看，他解了。怎么往下掉？怎么？没有，往上。28。有。往下掉。现在有秋胜一不想看你脱了啦。粉丝客群不一样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那就秋胜你解一个扣子吧。你有戴扣子吗？你有扣子吗？那你没有穿一些内搭的哦。内搭这个不行，内搭这个不行。你有穿裤子吗，秋胜一？没有。为什么秋胜一没有来婚礼呢？